Bai koordinator, gaurkoan goizerik ez dautzat lan eskatuko arratzaldeari. Bai koordinator, gaurkoan goizerik ez dautzat lan eskatuko arratzaldeari. Arek pentsauko dabe euren egunak direla balio antiagoko.四川的，四川的，四川是不是离这边很远？非常非常远，大概1700多公里。哇，是很远。那你为什么离开家，来到那么远的地方？很多人也像我一样，背井离乡，因为在中国东西方发展的相当不平衡，东边靠海的地方都是发展的比较好的地方。在西部的话，很多地方都是可能刚刚开发或者还没有开发的地方，都是比较贫穷的，所以很多人都像我这样来到很远的地方。你每年会回家几次？一年回去一次，也有可能3年回去一次。哦，也有可能更长时间没有回去。哦，那你会很想老家吗？也会很想。那那边有没有你们自己的方言？我们那边是说的四川话。那边有没有当地的方言的那个广播节目？广播节目一般都是普通话，没有方言的广播节目。明白。那你觉得过很多年，比如过30年、40年、50年？还会有你们的方言吗？还是不会有的？方言节目不会有，但是方言会一直保存下去的。哦，明白。好，谢谢侯敏。谢谢。